儿哥，你先试试。这么好呢？你试试毒。你试试咸蛋。好，我们来进行第二件拍品：糖醋黄河大鲤鱼。那个汁儿很好吃，色泽深红，外脆里嫩。本轮竞拍挑战，忍气吞声，接受按摩师的穴位按摩，并且不能发出任何声音。这是五秒起拍，要是脚可完了。这我可以，应该 OK， 我 OK。郑凯可以，郑凯把腿毛都没有。多少？五秒，五秒，五秒，您的六秒，六秒，七秒，七，二十秒，二十秒，二十。你是没有感觉的吗？你按摩按摩是？我们这一秒一秒加，你怎么上就加了十五秒？孩子，你还年轻啊！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你确定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二十秒。二十五秒。啊，三十，三十。三十秒。三十。弟弟，太厉害了！一条鱼没必要这么。三十一，三十一，三十一，三十五，三十五。你上一轮的来看应该没有很难，那你直接叫个一分钟。想看是吧？想看林一，想看想看想看林一是吧？不想看你，不想看不想看你，三六。他不想看我，我就让你看我。四十，四十，林一，林一，四十，四十。三十七，三十七。哥，你把他那八号牌拿给我吧，收起来。你没有权利，你到底是谁？没有权利举。你也想看第一啊？最后一个，您的三十七秒，来吧，三十秒。哎，有没有我们这么串通的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按摩师。我感觉我是盘菜。按哪儿啊？好，来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不疼。他也疼，你看着没？那大脖筋。对，你可以动，但不许有声音。你要不要咬个东西？咬自己，咬自己，咬自己，咬自己不也疼吗？你们俩是什么人在这咬自己？哇哦，牙齿，哎呦哎呦疼哎呦，我们帮你叫刺激，我帮你喊，这是什么穴位？哎，这天哪，疼痛传递到我身上。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挑战成功。你上一轮的来看应该没有很难。耶，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哎呀，我左边一条鱼，右边一盘虾呀。就你没有啊，就你轮空啊。继续下一道，这道呢是一个盲盒的美食。盲盒。这道美食食材全部野生。野生的，至今没有实现人工养殖的突破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且脂肪含量极低，越吃越上头。上头？挑战是啥呢？挑战的游戏是指压板上抱冬瓜蹲起。五秒起拍。十秒，二十秒，三十秒，五十秒，一分钟。这几个脚皮厚的，这脚皮厚的，这玩意举就得按号啊，是不按号举啊？对，对。二百五十秒。确定二百五十秒吗？对。那冬瓜是五百多斤啊，我告诉你。二百五，二百六，二百六，二百六。我们都不是抱冬瓜，我们上来就是抱阿姨的那个。对，那个对我们来说确实太简单了。三百。对。啊，三百。三百。三百。杠上了，跟他们杠了。三百还要继续吗？三百给他了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恭喜八号。七号你是咋举的？七号你是咋举的？
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换的，完了你告诉我300300，我这谁你让哥你让弟让给你举呢，咱也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他就走，我谁也没换啊。那没关系，那您现在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接不接受啊？放俩，人家这叫的是7号，确实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为了照顾沙哥，我们可以只报一个。那300秒也挣不了啊。拍卖师啊，您说。7号留牌了，留牌了。甭管你俩谁，赶紧上一个。哎，5分钟是吧？来，我来。我帮你，来，我也帮你。我觉得这东西得有人照顾着。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先上。你俩是好跑的。对呀、啊。你俩看。来一个吧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先一个吧。哎呦，好，挑战开始。你5分钟蹲一个？有可能，5分钟蹲一个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样，你两个给你减半，2分半。对，两个试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哥，坏了，九十了。两个2分钟，两个2分钟，2个2分钟，值得。帮我把这个往上抬一下吧。倒计时，五、四，再来一个，3、2、1，恭喜挑战成功！成功！出汗了。怎么给扣不要了？我以为是啥呀？知了虫，炸知了。青下油锅，外酥里嫩，越吃越上头。谁敢吃啊？没有人想吃这个。幸亏没有拍。田大江户温泉，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目送着进澡堂子。贵宾您好，欢迎光临。贵宾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喂，男宾6位，女宾2位。这个好有趣啊，这个开场。你好，我的男宾2位。你是专业的。来呗，那就楼上男宾，哎，好几位，快点，等不及了，快，快点，等不及了，快。这个像洗澡的，像洗澡的。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，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，可能没有洗过。What？ 真的假的？够不着啊。没错误啊。没有啊。为了帮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，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。都和保健美容相关啊，虽然一时酸爽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。美容，听醒服不服？8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牌，很多张都是空，只有一张是有夜之精灵图案的。谁抽到这张牌，谁就会接受让他清醒的项目。然后谁抽到的越多，那这个人其实就这一环节的获胜者。因为夜已经深了，我们还有一些客人就在大厅里面休息，所以大家进去之后呢，尽量低声说话。哦，还有我的名字哎。雅文今天还说呢，我们要有一些生活。来，你说的生活来了。来了。今天的生活太多了。今天来到了澡堂子，一定要敷一片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，它柔软、服帖又透气，还可以给皮肤补充营养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吸附彩妆残留，多么适合我的小脸，紧紧的贴合，尤其在东北这种地方。空气很干，一定要多敷面膜。
舒服。现在要开始小声说话了，小声说话，嘘，小声，小声。我真有人，你小声点儿。真的有人啊？有人。来，凯哥，咱俩一块登场。你俩先上，两个黑人开路。这都睡了，睡着了。我弟弟睡得好香啊，不能笑啊。这么安静吗？需要这么安静吗？哎，我们喊个口号，奔跑吧，做个操。好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做个操，做个操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做个操。还不能笑，坐吧。来，哎呦喂！第一个，啊？鞋拔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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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没用过鞋拔子，什么材质的？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，抽吧。有可能，就是一二三一起啊！二三三，耶耶！先把额头露出来，等会儿就露额头，就这儿就行。鞋拔子呢？哇！我的这是鞋拔子呀！这也太长了吧！先弹弹桌子，弹弹桌子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不玩了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他不录了，他不录了，把他抓回来。我再这么玩了啊！回来，回来，等会儿，回来，这太狠了，这个。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郑凯，你躺这儿吧，你吃人体寿司啊？还躺这儿？这么抽有仪式感，躺着。反正下面有康妹儿，还玩上了是不是？你们还玩上了是不是？就你试的那个力度就行，别认真。来吧，那就来吧，来吧。来吧，但是哥，你是赢了，你赢了，对对呀，赢了，这是光荣，这是光荣，这是荣誉。你不是想要那个小贴纸吗？小黄金，小黄金，为了小黄金来吧，小黄金来吧，为了小黄金。哎，用摁着他手脚，我这抓着点，他会弹起来。站站，可以弹，双按摩。你说我试一下这个力度啊，轻点儿。你不能叫，你扰民呢。我觉得他不能叫，你捂住他的嘴。轻点，轻点，使劲儿，使劲儿。你要不要拿个什么东西咬在嘴里？我也觉得是。好，哥们兄弟。别动，别动，这个，别动，咬住我。OK，来吧，小黄金，小黄金啊，好痛啊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啊 ？Oh my God！ 没事。没使劲儿，完了，李晨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哦，真的好痛啊！第一个项目就这么吓人，玩真的是不是？真的很疼，真的。这个特写，你信？哇塞，真的好，好重，出。足底按摩，哎，谁给谁按？专业的人。哇，这个好啊！我要抽。好，来，抽，这得好好抽了。白头，足底按摩多好。怒了。三二一。
希望黄静再让你造熟啊。我是得罪谁了吗？你要欢迎光临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欢迎光临。那个，哎，我们摁着点，摁，你们干什么？师傅那么狠的吗？郑恺的脸露出来。郑恺的脸，他还需要脸吗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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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当，没有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当，走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董文山，这是你平时按的力度吗？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没有。你应该知道按哪儿虚哪儿亏什么的，你跟我们讲解一下。你先聊一下肾，看看他尖叫大不大。哪儿是肾？就这儿啊。你怎么有眼泪呢？使劲儿，就是是不是？就是是不是？完事了，拜拜，再按一会儿呗。我天哪，腿上都出汗了。我看到他用的是木棍儿。啊，郑恺，小黄进在向你造头。小黄进拼了，我小黄进脚上全是汗。我今天晚上一晚上不想抽到这个牌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要。哥，你又赢了，我这一共几轮？哎，还一傻，这也能爽？哇，这个疼啊！这个超疼，就跟扇嘴巴那个吗？哇，这个还是算了吧。别住，给你，这张就给我吗？那你来，你换，你选，你换，你选，拿这俩，千万别摸他们。不敢拿凯哥碰过的牌。你拿这张啊？我拿这张。好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上次也是这种，也是这么发生的。你们看一下刮痧的师傅。哎呀，就是。又是你，你想郑恺了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哎，还一傻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真的绝了，我就说不碰他碰过的牌吧。我们没做手脚哈，真没做手脚，没做手脚，纯天然的。你看垫子都没撤。怎么哪儿？胸脯还是背？刷脸吧，刮脸。大哥，你项目挺齐全啊，你还有啥项目？一会儿就行了。哦，这个我拍过啊，橘子给我拍过，都会变轻。变轻啊？对。哎，我操！这怎么抄家伙呢？你拍？不是用手拍吗？这上面怎么还有钢珠呢？轻点儿。怎么都是这种酷型、啊？晨哥，晨，我这还行吧，看着都看着不疼啊。哎呦，用晨哥的力度，这不疼，一看就不疼。都我的不行了。
看这肌肉，你看这肌肉，出血了都。啊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有那么疼吗？哦啊！师傅，我先问一下，这有什么好处？下火，活血。这个主要对心脏的好处特别大。我心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郑凯，为了表达公平，你来洗牌。我已经找到秘诀了。你都认识那张牌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能谦让。我刚才就是太谦让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，他能一直中。你如果这把再发着的话，你肯定是小黄金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来发，是不是？来，先出题。先看看是啥？先出题。热毛巾敷后脖子。热毛巾敷后脖子，这不很舒服吗？一千步吧，一千步的毛巾。你在鞍钢里敷后脖子。安钢钢水，快！小黄金，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！一、二、三！哦！热毛巾敷后脖子，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！三、二、三！哦！不会太热？会，热的他自己都拧不下去的。这个很烫，真的。你这样，你坐着。我把他后脖子弄出来。哎呦我去，你们这个待遇也太好了。是啊，真的。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快点了，凉了。对。别上去。别上去。你吹人家吹。二三。走你。走你。悟空，你要去哪？这不是游戏，开水。他刚才这个反应，有点像小时候看那个《西游记》，你知道不？美猴王上完天庭回来那感觉，回身就是。现在没动呢，在天庭跟玉皇大帝聊天呢，一回来。老孙，这个太烫了。哎呀，是。哎呀，这是公平。我觉得谁输了，谁洗牌，这样公平吧 ？OK， 绝对不会有什么任何水军什么。水军，水军什么？水分什么？水分，说错了。哎呦，自己抽吧。好，你洗牌，我们自己抽。来，自己抽的。我不要这个。我不要这个。那我跟你换，你要不要跟我换？你想好了？你要不要跟我换？要不要跟我换？想换谁都行。等我摆上，我看看。你还看得明白后面？小黄金啊！你要不先看看这个，再要不要换？看看题目吧。搓澡师傅搓泥，这个我喜欢。哎呦，搓泥的师傅还是刚刚按脚那个。就这样了。就这样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看题目吧。搓澡师傅搓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女孩子搓不好是不是？换一个吧，有女搓。哦，女搓，女技师。来了。哦，是女技师。哎呀妈呀，这我从小搓到大的。认识啊？没有，我说我搓背从小搓到大，绝对不疼。你行吗？我当然了，从小搓到大。都没沾水，干搓呀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别那么大力啊！这个美女搓哪儿好？搓背从小搓到大，绝对不。哎呦，简直跟打架的似的。怎么会有这种啊？
这个是享受吗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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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。别跑，别跑，还要干啥？等一下，姐姐不起了。有个人很想搓背，有个人很想搓背。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，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可能没有洗。你是故意做吧？不不不不，趴着，不，趴着趴着，不，大姐，大姐，我姐姐这个很小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找个男生。哎，等会儿。那行那行，来个熟。打你的来。等会儿，你把头低下。他没搓过后背，熟，这块，往里撸，对。爸爸，爸妈，叫爸爸，爸妈。用点力，没你。哎，大哥，你叫熟。哎，刚刚大哥过来是这样。感觉是录像的，我准备杀人的感觉。搓泥是这种感觉吗？他此生不会再搓澡。你看，没搓过的地儿跟搓过的地儿。哇，快来快来，哇哇，蜜蜡脱毛，哇，啥呀，这个不行吧，我这腿毛，我不玩了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蜜蜡脱毛，蜜蜡脱毛，哎，陈叔叔抽到的话能不能脱下眉毛，能不能脱下眉毛，你就没有几根了，你是要砸叔叔的饭碗是吗？就是彻底让我失去这个职业。其实蜜蜡脱毛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美容项目，尤其到夏天，很多爱美的女生都会忍痛进行。能抽一下吗？来，三，不换了，等一下，不换了吗？有人要换吗？我想跟郑恺换，我想跟郑恺换一下，你换吗？来，换，来，来，一二三。三，耶！耶！绝！纯天然，纯天然的。脱毛，蜜蜡脱毛，上蜜蜡，蜜蜡脱毛，上蜜蜡。不，这不行，真的绝了。不是，这不行，上蜜蜡。不行，来吧，不是，等会儿。上来一下，上来。等会儿，我问一个问题。嗯。脱完之后还能长出来吗？肯定可以。不能了，真的不能了。啊？不能了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就是它都会特别干净了。从此就不会长了。这么这样，你要嫌不匀称，我们就把这个搅成这个，就在这一圈这当中。不，我喜欢这一圈。还是你中间来一圈。我这各一圈。我倒下吧，我不能失去它。你可以画呀。啊！快点吧，蜜蜡都干了。来，干了更疼。蜜蜡都干了，干了疼死人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很大一片呢。我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发明出来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有的，比如说不美观，然后这样不雅观。我很美观啊，但你不雅观。快来吧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。鼠胶吗？你这是抓苍蝇的那种东西吧？我天哪，好疼啊！粘上就一辈子。我哇！放松，我不要。有什么愿望再告诉我们？我想要好好的给我道个别，道个别。看，干净不？哦，真干净。少那么大一片。还好，我觉得这服务挺好。以后你会不会上瘾啊？
你们先玩，咱俩穿一边再脱一会儿。大家现在应该都非常清醒了吧？嗯哼。所以在刚才的我们这个清醒服不服的过程当中呢，凯凯抽到了四次，哇！所以恭喜凯凯这个环节获胜，你可以获得两张人民贴条。哇，两张呢？你看一下子超过我们所有人，对，超过所有人了。我容易吗？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我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感谢。